老师超大的胸肌，翘啊翘啊翘，那保姆的微笑像小小的花，哇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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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哦，腾腾踢啊，腾踢啊，你可以吗？我以前义工队的，你哦，哇，忘记了 ，One Two Three Go。什么意思？没有，来不及，好的，真的来不及，真的来不及，还是快到我们看不到，好突然哦。哎，有，可以，同时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起来要定杆，你起来要先定杆唱，快，唱，起来定杆。太早踢，再慢一点，腾踢不行，有点不舒服，有点不舒服，有点不适。好了，我用手示范一下，你看啊，什么？已经不舒服，脚会太累。你看哦，他是唱。等一下，刚刚是什么？什么？我们看到了什么？唱了。这快到我们看不到。对，我这样跳三下，我好喘。在精彩的 Not Do Not Do 之后 ，Not Do Not Do， 我们要多聊天。对啊，对对，充分大家对前面精彩表演的印象。是是是，对对对对，等一下洗一下那个，尽可能遗忘一下。对啊，那表演总是有认真跟效果。对，对，那我们是比较负责这个效果这一块，因为他向来哦，在我们节目里面表演啊，从来没有像今天压力那么大。对，确实啊，对，就是他们是有。啊，事件要爆出来的。我是也是用这个歌曲《一个小小花园》这个儿歌，我女儿都会改编成《蜜兔》，改编成也不，我们也不要在人家上面伤口撒盐。哦，我就把他们的疮疤直接掀。喂喂喂！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无伤大雅，无伤大，就小小的、小小的黑暗面，所以里面会有一些 diss 的内容。什么？哎，也不敢说 diss， 我们是针对人，就对人不对事，对人不对事，小小的回忆。唯一可惜的，因为这种歌你应该就是邀到强大的那种跟你助演的人马，有有有，助演的来宾要够猛，非常非常够。今天全场的焦点，欢迎我的指导老师。真的假的？谁啊？就是刚刚你讲的姚彪，姚彪，唐罗。哎呦，不可能吧？真的。歌名叫《屌打 DJ 台2.0》。哎呦，这么奇怪！因为上次已经造成广大回响，哇，真的轰动，轰动度很够啊！哎，我就想说啊，再来让大家再来品尝几次，来来，好，那就带来《屌打 DJ 台2.0》。耶！哦哦哦哦哦哦 ！Yeah, that's good。你好，我想。我耳机里听的是誓言版求佛。什么啦？不对啊，我想说的是，你拿的不是耳机，是电动刷头。刷头？哦哟。刷头？帅帅帅！在小小的演艺圈里挖呀挖呀挖，做小小的坏事就一触即发，在大大的人设里面挖呀挖呀挖，有错就承认，没事别乱开枪。老师的厕所门口啊，敲啊敲啊敲，看可爱的保姆擦出爱的火花，在潘老师的房间门口敲啊敲啊敲，听到保姆在房间里面笑哈哈，对潘老师超大的胸肌敲啊敲啊敲，那保姆的微笑像小小的花。老师小小的脑袋敲啊敲啊敲，被禁忌的恋情开。
太大大的话。陈玉玲，在地板上啊找啊找，说小小的银眼啊真的好难找，啊三更半夜跪在地上找啊找啊找，原来呀要赌气不让他回家来望。后宫里面挖呀挖呀挖，在后宫里面女孩妹妹个个美如花，在小东的情感里面滚啊滚啊滚，有滚滚的女孩但没有火花。哇哇哇哇哇哇呀哇嘿哇哇哇哇呀哇呀哇，认真的哇哇哇哇哇呀哇，在小小的酒吧里面喝呀喝呀。这小小的豆干再配上爆米花，这大大的热茶喝呀喝呀喝，大大的啤酒配着猪肝花，小小的喉咙哇呀哇呀哇，就小小的猪肝偷了爆米花，在大大的客厅哇呀哇呀哇，吐了一地的老婆气到离家。真是哇，太厉害太厉害！去哪里？哎呦，哎呀，林哥好，要讲要讲，就跟你讲要来嘛，是不是？要来要来，真的要来！哇，你刚刚整段的表演太精彩！等一下，他刚刚表演成那样，对，我他已经快累死了，他趴在地上挖，等一下，躺在地上挖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刚刚你有表演，我刚刚前面不是跟人跳火舞吗？我们眼中只看得到妖娇哎，求佛，怎么可能这样？你这样还看不到我吗？看不到，看不到那么有烂。对呀，这样子的合作当中有没有发生什么事？哎，有吗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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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就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们没有办法专心。他的心是善良的，对，不要被外表误导。脸是面恶心善。好了好了，这哎讲真心话，趣味感就对了。哦，很好看呢。刚那一段，因为我们就会想要看你要挖什么嘛，对，对不对？大家要知道，我们艺能节，我们都是一个愿意把欢乐带给大家的，才会。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喜怒哀乐，你穿耍呗啦。人家罗的程度比他们更严重哎。拿督拿督喘吗？对不对？他好像跳了两遍拿督拿督。拿督拿督才喘吧？他们都是健康的，你们身体有哪个比我高的？没有啊，问题嘛。你们有三高？没有啊，没有没有。你们有冠状动脉粥状吗？没有。对，你们血脂肪血液很浓吗？没有没有。那马哥也没有骄傲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所以你看哦，他虽然身体负担很重，对对，但是还是开心为大家表演，这个就带欢乐。对啊，当初马哥请我就是跟他合作的时候，他选了这一首《小小花》，我想说，那你没有彩排过吗？其实都是电话上电话彩排。今天到这边才怕危险，怕危险。但我今天来的时候发现什么奇怪，怎么变成了限制级？我们就视讯彩排了，视讯彩排。因为如果说真的照儿歌这样唱，是真的没有。你还在喘，已经我们到第五分钟之后还在喘，我才刚装支架，挂掉了哎。啊，那个小小花园你会唱吗？我会唱啊，唱我听听看，来来来，想要唱。原版吗？小朋友应该都会唱。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小小的种子，开小小的花，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大大的种子，开大大的花，在特别大的花园里
我有，因为现在有小朋友，对，小孩子在唱，几岁了？小孩三岁，最喜欢这首歌的时候了，真的很三岁最可爱，听起来他就会他的妈妈又唱给他看，你看这太多温馨。